今天介绍孙美兰粥芙蓉意煎，真正隐藏中的美食，加上酿豆腐，顾客都是熟客居多。提醒一下，如果你过了中午12点到来，那明天请早。地点是在加兰多翁沟，靠近雅沙寨野路口的达曼卡斯多利路口右手边就是了。Thank you.